给你个小礼物。金华人，浙江金华人，然后还有人每次都叫我带火腿，但是火腿180，我就开玩笑。浙江义乌的，山县小吃的陕西，山西阳泉，萧山，浙江金华兰溪，这好像杭州的，是交通给男朋友了吗？高中啊，3年都是画画，学校联考，好吧，已经很久远的记忆了。高三的时候，一直就在房间里就贴着一张要上浙大的东西，那就写着我要上浙江大学。我妈给我买了一桶那个蛋奶粉，然后一天到晚喝那个蛋奶粉。你们当时不是很拼命吗？会啊，高考谁不辛苦呢？当时就觉得这个高三班主任真是太不可理喻了，但是后来想的话，当时没有他抓那么严，也可能不会那么认真嘛。开心比较重要。当时高中的时候就来浙大参加那个竞赛考试，就进校门的时候，校门口不是有片大草坪吗？下雨天，看到两个女生撑着伞在那边走，还走得很慢，有一种拍电视剧一样的感觉，天堂啊，我一定要来这里。我以前想去北大，对浙大不了解。当时报浙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浙大不分专业，就你之后还可以选自己读，就直接在那个浙大很北的里面选。要说实话吗？因为我爸妈觉得浙大好，我本科选学校不选专业，分数能报到最好的学校就是。我没有纠结，我是坚持就觉得因为浙大可以转专业，所以就填到这边，填下面的随便乱填嘛，填了浙大，然后填了清华、北大什么的。就是说，在浙大这个航母上，虽然文科是一艘小船，也能够行得很快。就觉得浙大有可能性放在这儿，就进来这样子。那里面转专业的，有我这么就坚定的，好像就几乎没有。清华、北大就像那天一样，然后浙大就像那这个天花板一样，可以碰，再努力一下就应该跳跳可以碰到。给你个小礼物。哎，我天，就是有大学四年一块儿过的感觉。想到了当年那个筷子敲了我家的门，然后送进来一个红色袋子，然后他就说：“哎，恭喜你！”就是你的入职通知书啊，我说啊，谢谢，就小朋友。就是我还跟我爸妈念说：“此后你将与历史上众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一起分享浙大人俱乐部上光的过程。”所以他们很激动，所以我也很激动，就觉得哎，现在终于有了一种归属感。我们当地那个邮政局还搞了个活动，就是先打电话给你的家长，然后说你需不需要花和礼物。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想是要给我个惊喜，居然还打电话告诉我给我订了一把花。主要的一句话是持本通知书来报到。其实我自己那份一直放在抽屉，然后就再也没有翻出来看过。我现在在反思我把我自己的那份藏在哪里了，觉得很想家。我觉得其实军训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很快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跟你同进同出同时间做一件事情。那现在有下雨天撑着伞在那边慢慢的走吗？下雨天躲都来不及好不好？因为我之前不了解，所以来了之后就获得很多正面的信息。大一大二真的好像和以前一样，也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除了游戏还是就是然后就浑浑噩噩的学习啊，搞不清楚自己要干嘛，悔不当初。虽然觉得好像这些经历也应该有。喜欢挑战的话，这种其实来这挺爽的。对，我觉得我还过得还挺好的。比如我觉得在社团待着挺开心的，出国交流也有了，就是想到什么就什么，天马行空的。我觉得大学现在还剩的遗憾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谈恋爱，没有去演唱会的现场真正进球。大学很棒啊，真的比高中棒，真的。哎，好像也不是啊。浙大很好，学到很多。会建议他谈个恋爱去。浙大给你的可以比想象中的更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你要搞清楚自己以后要走什么方向，多去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然后多去上一下那个酒吧或者是一些校网，尽早的发现你自己所爱。如果你早十年发现而且已经开始做了，你可能之后的人生会更坚定。大学很棒，好好加油。这个不是应该在我手里吗？我看一下名字有没有。对，肯定是复印的，因为你如果不复印的话，你需要给我室友打电话或者给我复印。没有，我就会想，为什么我妈这两天都不联系，还能跟本科生院什么联系一下？肯定是复印的。张呢？